学生时期每天除了读书就是追偶像，去看他们，为他们尖叫，希望他们总有一天会注意到舞台边的我。那时候的我，如果遇见30岁的自己，会想问他什么呢？他们最近要出新单曲，好想赶快看他们的 MV 哦。可以的，一起剪比较快，这很厉害的。我要去看他们啦！我老公，也是你的老公啦。真的超帅的，我一定要嫁给他。对了对了，我老公以后是不是还这么帅啊？